其实这次参加 CIS 举办的这个活动，什么 CIS 举办的这个活动，我想借助这个机会，唱一首歌给我的朋友们。霍巴特的留学生活很无聊，但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存在，变得丰富多彩。在我即将离开霍巴特的时候，写了这首歌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谢谢，谢谢。中秋节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童年值得这快乐中秋节。